摘芦苇叶又想干嘛？包粽子。你早说嘛，我来帮你啊。你知不知道，这几日你不在啊，这面摊都快炸锅了。以后啊，你就是名震京城的拉面神探。我在想摩洛村的天谴案。对牛弹琴。虚无弥漫的效果，究竟是怎么实现的？这又与二十年前通地判官有什么关系？ 听我说，各位请回吧。今天我们兰大人不在家，等着也没用啊。兰大人不收礼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兰大人，拿来也没用啊。我给你做了单黄豆。兰大人在那儿啊。 给大人做镜花水月，你说什么？我想给您做镜花水月。